大家我是 W， 好，一样先来领取我们的天宫赐福啊。好领，好，今天要来升星啊，又在升星啊，我们的顺鲁班哦，顺鲁班，好，桃花盛宴，好，这个也领一下 ，OK， 然后去换我们的碎片，这次我知道要换多少，换最大，然后再减九次，换九次啊。总共45，然后再来换这个什么幻之神镜啊，呜，好酷炫的这个称号啊，好也换下去啊，呜，生命加100万哦，多少战力？喂，多少？诶，3000吗？好，3000万 ，OK， 不错不错，然后好去我们的碎片哦，开启我们的碎片，刚好。60片，喂，开我们的孙鲁班，不，然后再来神星啦！哇，好多啊，好多可以升啊！好，升我们孙鲁班先哦，孙鲁班恶心啊！分权制衡之术都是跟父皇学的。你的父王到底是谁呀、啊？我到现在我都不懂你的父皇是谁耶！好，加了伤害25%哦，到底加了多少战力？2亿7000万，是吗？是2亿吗？哦，2亿7000万啊！然后还有要觉醒他的那个120级的饰品哦，不是跟父皇学的。那个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剩下这个也完成了。好，觉醒成功。哦，这都是跟父皇学的。你什么都跟父皇学呀、啊！觉醒成功，启动了那个什么披风哦，饰品披风。好，到底又加多少的战力？喂，4亿6000万呢、啊，是吗？生于猛虎之中。哇、哦，4亿6000万啊！好，现在来升级他的那个披风哦，饰品披风。好，强化。好，强强强强，北斗七星。直接一星啦！好，加了7000万，再来，再升啊 ！OK， 升上2星，够不够？靠腰啊，差一点呢，差多少啊？16个，16，哦，差20个，让我想想，哦，去豪华盛宴可以换啊，靠腰，我还没换呢，你这里啊，那个蔬菜给换。要20个，最大是多少个？哦、什么160多啊？怎么那么多啊？哎，不懂，买完了。哎呦，真是160个，好吧。然后再来升我的二星的披风，加攻击的，好，4900万啊？喂，是4900万吗？哦，是。好，再来可以召唤我们的那个谁哦，那个吕布啊！我从上个影片就说过了，我有吕布的梦啊，刚好哦，有120片了，120片，召唤我们的吕布啊！啊，我真的好想玩吕布啊！终于啊，可以把你召唤出来了。哎，还没，哎，要去哪？哎，这里召唤，好，合成啊！谁要来试试文将军的方天画戟？文将军的方天画戟，汉室江山见者有份。见，哎，这高耀也已经说完了，见者有份。好了，哇，帅啊，吕布！哎呀，来开图鉴先，我的吕布图鉴在你，启动290啊，好，780啊，差一点。再启动我们的这个孙鲁班的图鉴，180，喂，升级了。好，多少？又加多少战力？2亿5000万。哎，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可以升，来，这个升一升，全部升6星啊！全部红将升6星。好，在这个张合。这个他妈很像那个谁啊，那个金刚狼啊，然后徐
俗，许猪，许俗。啊，许猪了，就叫你许猪好了，好像猪啊你。OK， 然后又生图鉴啊，好。神加多少？145。好，这个也145。OK， 再来145。喂，哇，已经超过了一半嘞！喂，有希望，有希望，我再去看还可以升什么？来看看可以升谁？啊，这个可以升啊，这个60片。给我们的假翔吧，我有玩吕布的梦啊，升完群雄就对了。好，再去升一升假翔二星。OK， 图鉴在哪里？这里。再升于145，也是690啦，差一点差一点啊，看还可以升谁啊，这里可以开啊。不对，不是这里，我记得要升谁的，要升我们的张飞啊，靠腰�啊，张飞最低星啊，才三颗星啊。好，升星直接用万能碎片啊跟他补起来。张飞终于升到你星星了，靠腰啊，最低就是你啊。然后哎呀，不够了。好，还有一个谁啊，那个张辽啊，张辽也是很低的啊，四颗星也是要升了。好，又来个最大啊，又在升你啊。这是克世界。 OK 来，应该够了吧，图鉴。好，启动110啊，多少？喂，800了，差50，你能50吧，张飞？能不能？哇，85，又在升了我们的图鉴。哇，多少战力？又是2亿5000万，很好。好，再来换上我们的称号啊！刚刚忘了换上我们的称号啊，幻之神经，好佩戴。好，奇怪，怎么刚刚有加战力啊？还要佩戴才能加战力吗？刚刚不是加了吗？奇怪，不错哎，这个称号幻紫神经，蛮好看的。好了，升了我们的紫金将孙鲁班二星啊，然后我们就再去竞技场打打看，到底孙鲁班二星的伤害打不打得出来啊？我们的无望哥383亿，好，看看我的孙鲁班啊。伤害加了25%啊。好，我的飞天小猫咪 OK， 然后无望哥的穷击啊，好，我被减怒了。好，啊靠腰啊，我的周瑜被沉默了啦，哎呀，出不到招啊。不是啊，我的孙鲁班也被沉默了靠腰啦，怎么这样啊？好，没事没事，等下回合哦，下回合孙鲁班的大绝招就可以出到了，就算被沉默都可以出到大绝招啊。好，喂，大绝招多少？哇，14亿啊，翻倍了昨天是6亿啊，不管怎样打都是6亿啊，今天14亿，直接翻倍啊，伤害不错两颗星，两颗星就直接翻倍了，不错不错，好，直接跳过了。 OK， 哎呦，不错啊，我的孙鲁班。好了，哎呀，再打一次看看啊，看看我的孙鲁班那个第一次的那个招数啊，怒气的招数到底能打多少亿啊。大绝招已经知道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给我减怒还是什么沉默还是冰还是晕啊还是什么的，我的孙鲁班要出招啊，拜托让我的孙鲁班出到招吧。周瑜给力啊，晕了4只好，孙鲁班稳啊，一定可以出到招了，我的孙鲁班。好，孙鲁班多少亿？哇，16亿啊，不错怒气攻击16亿啊，
应该是暴击的关系吧，刚刚我好像看到暴击耶。诶，这个孙鲁班二星伤害加成 25%， 果然给力啊。好，再来，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下一轮的大绝招，看看有没有可能更高啊。哇，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。 OK， 好了没？诶，赶紧赶紧，很降超狼。 OK， 哎呀，孙鲁班来了，孙鲁班要来了吗？哎，我靠腰啊，他的后排都死了一只，然后一个无敌。哎呀，算了啦，好了，就这样，十多亿啊，一个14亿，一个16亿，不错不错，伤害翻倍了，比起昨天的6亿。 OK，泳装成就，因为开了一个新的副本啊，泳装冒险。好，进入啊，新副本啊。听说这个副本啊，好像很简单啊，好像很低战力都可以通过耶，所以我应该做不到什么攻略了啦，靠腰啊，应该很容易就通过了，因为很多人都过了耶。好，哎呀，你们说什么啊？怎么那么多话？好，直接跳过。好，喂，曹操啊，我的宝剑，我的宝剑在哪里啊？吼吼吼吼吼！哎呀，曹操的宝剑不见了！哎呀，跳过了，好烦啊！好，哎，怎么那么多森林啊？这个怎么点啊？咦，怎么过啊？哦，哎，怎么这样？我看到呀，这里一个草丛啊，点这个草丛。然后按挑战，诶，听说他们说打这个，好像直接一个穷期下来就可以打赢了。然后，哎呀，我们飞天小猫咪直接出来，你看直接赢了，靠腰啊，好简单啊。然后这个也不用什么特别的选择哦，不用选什么补血的，直接选什么伤害增加算的，不用特地去洗属性哦。好，然后，诶，草丛。诶，草丛，诶，不是每个草丛都可以打，诶，哦，这个草丛可以打，这个草丛，好，挑战，哎呀，原来一直都是这样啊，好简单啊，你看，直接一个飞天小猫咪就赢了，哎呀，太简单了，好，来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宝箱，到底有什么？好，点击，啊，不是吧，在50个这个材料，靠腰啊，也太吝啬了吧，官方，哎呀。好，第二个宝箱，官方不要给那么少啊！呼，哎，不错，200元宝，好过那个50个材料啊，靠腰啊！好，第三个宝箱有什么？好，点击获取，呼，300元宝，好，找到我们的曹操了，好，要跟曹操对话哦，好，跟你对话，喂，什么啊？这个不是曹操，喂，点击前往，喂。父王，父王，我是你吗？之后救我，我的剑！哎，怎么那么长？啊，跳过！喂，哇，他的剑，看到了他的剑！哇，还有那么久啊，好久哦！好，第四个宝箱，点击获取。哎，又是元宝，500元宝，不错不错。哇，好久啊，刚刚打了好多草丛，现在又要去哪里啊？诶，现在好，第五个宝箱，点击，呜，红装选择，诶，好，第六个宝箱啊，哎呀，这个材料不是很有用啊，靠腰，我才50个。好，第七个宝箱啊，哎呀，怎么就是红装啊，没用啊，红装我已经满啦。好，第八个宝箱啊，哎呀，300元宝，好好，第九个宝箱，最后一个了，也是最后一个了啊，怎么都是红装碎片啊，我看来只有元宝是比较有用的哦，哎呦，哎，现在我走不过去，怎么办啊，怎么空啊，哎，我应该可以跳吧，来，我们跳过去，哎，跳啊，真机啊，你是真机啊，你不是真机吗？跳啊，你不会跳吗？你打沙滩排球的、啊、靠腰，你不会跳，
哎呀，要去打草丛啊！还有哪里呀、啊？草丛，哪里呀、啊？哎呀，找到啦！好，应该剩这个了吧？打完全部草丛的怪，就可以找那些路出来了。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啦。好，轻轻松松啊，简单啊。OK， 有没有？不是吧？还是空着的。哎，靠腰啊！我还要一个一个去点啊！哎，又找到了，好。哎呀，还以为会很难找哦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应该可以了吧？来，喂，不是吧？怎么还是没路啊？到底要打谁啊？哎呀，还有哪里的草丛？哎呀，这里啊，还有啊，怎么那么多怪啊？靠腰啊！好像以前玩那个 Pokemon 啊 ，Pokemon 宝可梦，在那个草丛然后遇怪然后打怪，哎呀，好好还没好啊，靠腰啊，怎么还是空的、啊？哎，赶快啊，哪来那么多怪啊？哎，直接跳出来给我打好吗？你们，哎，又找到了，哎呦，怎么那么多啊？哎呀，好啦，这次应该可以了吧？最后一个吧。最后一个了啦 ，OK 啊 ，Yes 啊，终于啊，打完了，打完了，来走，走我们的独木桥，喂喂喂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哎，就是天堂路，好，走我们的天堂路啊，好打这个帐篷，哎，打啊，挑战，好啦，过去啦，过去了，喂，好，我来到了这里，嗯。能过去吗？会被烧啊！哎呦，不能过去。好，又要打帐篷啊，靠腰啊！赶快的啦，一个穷奇就死完了啦！我的飞天小猫咪啊，直接咬死他们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好了，最后了，最后了！哎，随便了，随便了，这些属性没用了。好，最后啦！咦，电击拳王拿什么啊？哦，扣火是吗？灭火啊！灭火！消防员啊！好，最后啦，拿，赶快的！我要拿我曹操，我曹操的什么啊？我曹操的宝剑啊！拿我爸爸的宝剑啊！曹操，曹操！哎，拿我老公的宝剑是谁啊？甄姬。哎，父王对我爸爸，甄姬就是妾身，就是他老婆啊！孟德剑，蜜姐姐。蜜姐姐，我来啦！点击获取孟德天道极剑，完美通关。哎，好，哎，完了，已经应该完了。好，哎，完了。然后，哎，领取我们的奖励，呜，1000元宝。然后去去什么？去启动我们的那个什么那个。属性全体物防加6%啊！好，我们的天道极剑，曹操剑，哎，曹操你真的很贱啊！好，多少战力？9400万。拍完啦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点个赞、打开小铃铛，就像我们的孙鲁班二星。OK， 圆满结束，就这样，大家再见。